原标题展讯，这个夏天清风北来，宁夏岩画了解一下。没有纸张之前，我们用简牍作为文字的载体，那么没有文字之前呢，人们怎么传递信息，怎么记录历史？答案就是刻在石头上。这个夏天桃李暑热，随我们一起前往朔北大漠看远古。人类留下的神秘信息，岩画的内容丰富多彩，包括各式各样的人面人体人手艺还有布。要问我为什么标签说它是老虎、羊、牛、马、鹿，瞬间觉得自己拥有了一片青青草原。除了各种可爱的小动物，喵星人岩画中还有许多意义不明的符号图案，让我们一窥远古人类神秘而丰富的精神世界。展览时间2018年5月11日、7月10日，展览地点长沙简牍博物馆一楼特展厅。不来看的话，这个夏天会受到太阳神无情的凝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